女人爱不爱你，抱一抱就知道。一，女人爱不爱你，看动态就知道。一个真正爱你的女人，她会把你公布于全世界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你的存在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把你弄丢了。她会每天抱着手机开始刷屏模式，就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她所爱的人就是这个呆萌样子。和朋友聊天都会把你挂在嘴边，每天24小时都会和你聊天，陪你谈心，每时每刻都想和你在一起，一切都不要离开你。生病时想你陪在身边，委屈时想要你陪在身边，只为寻求那一份安全感。爱你的女人，她会变得自私，就想把你紧紧包围，容不得你和其他异性朋友说话。爱你的女人和你在一起，她会变得小心翼翼，因为她怕哪一天就会失去你。二，女人爱不爱你，遇到困难就知道。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如果这个女人她很爱你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她会默默无闻地陪在你身边，不管以后的生活也多难，她也不会嫌弃你，她会义无反顾地在你身后默默地支持你，鼓励你，她也不会因为你的穷而离开你，不管未来的路有多难，她会陪你一直走下去，因为她相信一切都会好的。三，女人爱不爱你，生个病就知道。因为你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身体出了问题，她肯定会想尽办法把你伺候好。爱你的女人在你生病的时候会比谁都更紧张，她们会抽出时间来照顾你，陪伴你，就想着你能快点康复，这是她们所祈祷的。男人的一生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女人都是一种缘分，所以一定要珍惜能陪你一起走过风雨、同甘共苦的女人。